你好啊，就是我住的地方，我总在生，但我觉得我就是棺材里了。啊，咁啊头顶啊已经啊，啊坐唔起噶啦。煮饭啊，都系又有啲容光社派下饭啦，你都知同我斗搭埋佢啦，派两餐，食下早餐，有时到我食下面咁样，食啲公仔面啊。啲衫喺边度洗啊？喺屋企洗咯。啊，呢度厕所啊，咪冲凉呢度，洗衫都呢一度。你跟住有个门插啊？上去冇咩點中意嘅地方，屈質不過冇錢窮啊，捱住先啦。天熱比較焗啦，地方就比較淺窄啲。開風扇咯，都頂得住嘅。即係平時朝頭早熱啊，上邊都感到好焗促，唔瞓得咁多啊。係啊，去下圖書館啊，去下街市涼下冷氣咁樣咯。有天熱啊，以前當木室啦，而家樓下條賣魚佬搬走咗，少啲啦。住咗新鮮嘅公屋，為即係問我住啊，喺度極極等到你話申請咗啲離島區嗰啲即係公屋咯，單人嗰啲公屋啊嘛。你話4年啊嘛，我。